望可以不要令到火衝突再升溫，而是大家可以雙方一人退一步，令到那個對峙的局面可以減輕，這個是我們希望做的。咁而呢一樣咧，就係頭先我哋亦都有同佢講嘅。你知道我哋嘅標係咩啊？我要問東知道。Hong Kong's rule of law has been pushed to the brink of total collapse as masked rioters recklessly escalate their violence under the false hope that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We will have our employees and our employees 橋上面的治安啊，即是個安靜啊，是會保持。如果我話我哋能夠答應咁樣，你可唔可以去到橋尾嗰度？我哋根本睇唔到你，得唔得？咁指揮官就話可以。大學校長作為喺社會上有目舉足輕重嘅人，你嘅身份係咁獨特，點解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穿住件避彈衣？在中大的校園跟你說這些事，為什麼不是昨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而每一次是下事後
只會出現喺呢個大學校園內。學生都會同樣地覺得警方入嚟咁樣做咗呢啲事係好過分，咁所以希望你可以帶住呢啲訴求同警方叫。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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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你記者，有冇圍觀者？馬上離開！我係圍觀者。大家停啦！我係呢度嘅老師。立即放低電腳！警察要認真。放低電腳，放低攻擊性武器。拜拜。小姐，但係要保持鎮定啊！